大家好，这一次游戏废人，今天让人最大快人心的消息，应该就是《新民特工》决定结束运营。简单讲，就是索尼要止血。毕竟他继续运营下去，不退款，接下来三个赛季的更新，绝对会让钱赔得再更多。不如这时候直接退款，还可以及时止损一些，也可以算是近期玩家对于正确游戏打赢一个前哨战。三 Z 还是会有一些纳闷。从观众留言，我可以发现，有些观众似乎以为我是支持正确游戏的玩家。 我只是对于各种族群都非常的包容。简单讲，不管是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红的，我都可以接受。这就跟我吃食物一样，我是一个完全不挑食的人，真的完全不挑食。你想得到的正常食物，我说是正常食物，不要去讲那些奇怪一般人不吃的东西。至少你在台湾，不管是商店放的、路边摊卖的，任何东西我全部都吃得下去。你给我，我一定都吃。我只是会有特别喜欢跟特别不喜欢的东西。 就像你让我去买甜点，我只会买巧克力。但不管你把什么甜点放到我面前，就像我不喜欢吃饼干，但实际上你给我饼干，我也会直接把它吃掉，因为那个不喜欢没有到我没办法接受程度。可是毕竟今天买游戏，就跟我自己去挑东西一样，我可以接受，不代表我会想要买这样的东西。玩游戏，我还是想要玩一些妹仔一点的游戏。对我来说，肤色不重要，重点是你该有的屁股、该有的欧派要出来，你人物要够好看。真的，黑美人，我完全没有问题。 啊，当然，如果去把原来不是黑人的人改成黑人，这我就完全没办法接受了。所以像小美人鱼这个，虽然我有迪士尼 Plus，但我完全不会想去看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只是现实是一个支持多元的人，但我并不觉得游戏里面加入多元会有任何的帮助，也不会让游戏变得更好玩。好，这个题外话。那讲到《心灵特工》结束，其实多半人这时候就想说，厂上终于得到教训了。那接下来可能正确游戏就会比较少，但我觉得会需要担心的应该是《刺客教条》。 很多人会想到下一个就是刺客教条，但讲刺客教条之前，我们要先讲到近期的另外一款游戏，就前阵子发售的《星际大战：亡命之徒》这款游戏。其实透过发售前的一些资讯，你可以知道它也有被 DI 拦子。不过，它的拦止对于没有一路去参与这一过程的人来说，并不会有很明显的感觉。像我自己本身，我知道它有拦止过程，我也知道它拦止了哪些东西，但严格上来说，我并没有那么反感这款游戏的拦止程度。它真正最大的问题是游戏设计不好玩。 再加上我自己不是新战迷，虽然我也蛮想要进入一个新战开放世界游戏，去看一下它的环境，看一下它的风景，但它的游戏玩法我去研究以后，真的完全没办法吸引我。我对亡命之徒》这款游戏的评价参差不齐，并不是因为 DI 的问题，而是因为它游戏本身的问题比较大。也因此，不喜欢这款游戏的人，可能有一大票，其实并不是反感它的烂子程度，因为他们可能自己都没发现。这个部分在讲到育碧接下来的刺客教条，这就变亚洲跟西方的明显分裂。 我个人是觉得《刺客教条》星座其实在欧美卖的不会差，亚洲可能只有日本会明显特别差，但是其他国家我不觉得会特别差。一来《刺客教条》跟《心理特工》不一样，它不是服务型游戏，所以它不会有卖了需要维护伺服器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它有承诺后续的更新，真的卖的太惨，还是同样要回收。而我觉得迷住的问题，即使是欧美反正确人，他们也可能没办法感受到这个设定对于日本人的不尊重程度，因为你必须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背景。 你才能够知道你下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侵害到他们的文化。台湾人对于日本的了解绝对比欧美人还要多，所以台湾人对于日本人不满刺客教条的部分比较能够感同身受。但我不觉得欧美人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，也因此刺客教条我不觉得它会是吹起下一个后继战胜利的狼烟。如果要讲近期会让人感觉到政治正确最恶心的一款游戏，应该是《晨露之旅》这款游戏已经到了，完全就是为了要洗脑，让你去接受所有的多元化。 然而，实际上它的多元化一点都不多元。实际上，里面角色做的事情跟歹徒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拿着多元包容正确的糖衣包装，里面角色群做出来的暴力行为，包括有色人种杀害白种人这样子的行为，然而他们却视为是一种反抗。而对于主要角色的暴力抢劫，全部都用你需要包容、需要接纳、需要原谅这样去带过。当然，相比《心灵特工》这款游戏，它比较偏剧情向，所以我觉得。 可能真的有一些正确人士刻意的支持这款游戏。一来这款游戏在欧洲还是有拿到政府补助，再来就是它在 Steam 上的评价其实并没有那么差。比较早之前我看到是褒贬不一，现在看到已经是大多好评了。不过去查它的游戏上线人数，其实同时上线人数不到一百人，中文圈更是连留言评价都没有。跟它相比，《心灵特工》都至少还称得上是一款游戏。 只是毕竟这款游戏也不是服务型游戏，它也没有说我接下来保证会有多少的更新，把它卖掉就是卖掉。我也觉得它就会一直放在那里，当然继续包容我们，也不能说哦，就是强制你一定要下掉，因为你的内容我不喜欢。不过至少我相信这款游戏未来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大卖，就算它特价，玩家可能连买来收藏也不会收藏。久而久之，厂商应该还是会知道，如果你不想要赔到脱裤，那就不要想要再尝试靠着政治正确去带起游戏风气了。 乖乖妹仔，就算政治不正确，至少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收入。以上就是这次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